现在就是来到这个 Central Park 的社区里头，我们一起走吧。先给你满满的建筑物，还有满满的机车。我觉得更机能，未来可以更发展更好。楼梯。一起往这边走，可以看到，帮我们看到前方，除了它这边社区大楼一楼的住宅跟那个人行道规划以外，帮我们看右手边对面这边。他们的学校，社区的学校叫 Bing School， 他们的双语学校。像 Bing School 啊，还有 Hospital 啊，像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规划，其实不仅仅在 Central Park， 事实上他们在 Golden River， 还有在河内的案子，在 Bing House 河内案子里头都是非常成熟，都是完整的，像这样的所有的机能都在里头。然后如果没有真的来过，你会不敢相信，原来真的这么多人在这住在这里头，真的是城中城的概念。哦哟，我来这边啊，第一次感到真的感受到造镇，然后造镇就是比那个远球在林口三峡还要再更认真、更远的造镇，更大的造镇。现在来到的是 Central Park， 我们现在待的要跟大家介绍这个是一房一厅的，就 one bedroom 的房型。那跟我们一起进来，现在你看到这边呢，基本上就是餐厅跟客厅的空间。那我们往右手边看这边，它其实它配置的呢都有这个，就是电磁炉，还有这个就是什么东西啊，抽风机吧。这抽风机都已经算是新的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配置是这样捞起来。然后电源开关全部都是在这个位置，在这边。那跟这目前他们的标配很多的一些设备，大概都是这个模组了。好，那我们再往这边看。好，跟我一起来到就是客厅的空间。我想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呢是 Landmark 3， 然后是11楼的空间。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位置，它所看出去阳台的 view 是怎么样哦。来，跟我一起进来。好，我们现在呢是在11楼的阳台的位置哦，现在这个高度。那我想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就是面南的南的方向哦，所以说你看到最远方那边，你看到那个前面好像湖，它其实是西贡河的河岸哦。再远，你有没有看到尖尖的，上面还有一个像个 deck， 就是平台的那个呢？它就是胡志明市的一个地标，地位基本上像台北101一样，它上面有个观景台，那目前是最高楼，然后像那边呢，就是它整个在 city downtown CBD 的地方。好，我们再往镜头再往回拉一点点，帮我看到右手边这边哦。右手边这边呢，它其实你会看到就是有一群建筑物呢是玻璃帷幕，对不对？有点深色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有经过的，就是 Golden River， 就是它这目前在 city 最大的一个就是豪宅的建案哦，号称胡志明市的地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回拉一点哦，大家帮我镜头再往回拉，帮我看一下左手边这一片，基本上呢都在我们这个。Central Park 这边就是我们的社区，就是在这个我们比较靠近我们的这一块，所有的建筑群哦，这个都是我们 Central Park。然后呢，你看到我们正前方往下看的话，正前方这边呢有这个直升墙的这栋建筑物呢，是它的这个基本上是Bing Home自己的这个医院哦。那这个医院呢，基本上我觉得它在这边就是社区型的医院，未来呢是可以，假如说过了10年哦，15年是可以 support 所谓的长照住宅。
然后还有这个银发住宅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社区型的医院都已经建置好了，然后包含旁边的学校、幼稚园，左手边的幼稚园，还有他们的双语学校，整个社区型的机能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同时你再往下看，直接看到这个我们正下方，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道路的设计跟规划，还有植栽绿化的一个标准哦。那当然现在呢，这个大家会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因为他们现在这个生活模式呢，还是以就是机车代步为主。那所以现在的这个汽车的流量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讲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未来可预见的未来，这个汽车的流量，要是他们越来越大概过三五年的话，其实这个流量未来会增加会更多。